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78面，菩萨修持。第30，前面是念老的开始，经中第28到32品，戒名极乐国中菩萨之妙德，与本品偏重菩萨自觉觉他之妙行，度诸众生，演说正法，以无碍慧解法入汝，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乘，至于彼岸等等圣门，我们就念到此地了。这是念老啊，在这一个大段落里头，为我们介绍出28到32篇。都是说明极乐世界这些菩萨全都是十方诸佛刹土求愿往生的，他们的妙德，德为什么称之为妙？妙是不着相，虽然不着相，他修得很认真，这是妙。所谓空有两边不住，为我们显示中道第一谛，这妙在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一品经里面，菩萨修持当然偏重啊菩萨自觉觉他的妙行，我们修净土念佛真正想求往生，菩萨在此地为我们做示范，告诉我们怎样修学，才能与阿弥陀佛相应。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决定不能够疏忽。虽然善导大师说过，净宗法门万修万人取，一个都不会落实的，可是时至今日，念佛的人多，真正往生的人很少很少，这个话当年50年前呢，台中李老师常说，
他以台中莲社为例子，莲友跟他学佛，接受他的教诲。他说10000个念佛人当中，真正往生只有3-5个人，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要细心观察，深深反省，我们学佛有没有过失？如果有过失，不能往生，你不能怪佛菩萨，不能怪经典，也不能怪别人，总是自作自受啊！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菩萨自觉觉他能生到极乐世界，都是自觉。不自觉不能往生啊，生到极乐世界依旧是依教奉行，为十法界众生做好榜样，这就是利他。啊，利他这些事情只要自己做得好，诸佛如来替你宣扬啊，用不着自己说。他们度诸众生，演说正法。这两句非常重要，度诸众生是四弘誓愿的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怎么个度法？演说正法就是度众生的方法。言是什么？言是把它做出来。我们从经典上所学到的，一定要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一切处一切事都在表演呢、啊。表演什么？表演佛陀的教诲，特别是阿弥陀佛的教诲。啊，今天佛法衰，不能万修万人去，就是真正懂得的人太少了。啊，跟在我身边几十年的人都没学到啊，全学错了，学偏了，学邪了啊，这种人太多太多啊，不仅是在我身边，我们回过头来想想、李老师在世的时候跟他学的人多少，学偏了的有多少，学邪了的人有多少。你要细心观察，冷静的反省，你就明白了。
啊，你就能觉察到了。世尊示现在这个世界，八相成道当中，演说正法49年。天天表演给我们看啊，我们没有看懂，所以今天展开经典，我们也看不懂，也体会不到。啊，为什么原因呢？下面这几句我们太陌生了。以无碍慧解法如如，我们没有这个智慧，我们执着一切法好像是真有，与一切法坚固执着，不能放下。不能放下就是所执障。如果对法不能够了解，那就是烦恼障。这两种障碍障碍了我们的道也，障碍了我们的心也，我们见不到佛法，我们听不到佛法，我们接触不到佛法。同学们要特别留意我的话，我的话说的不是说给外人听，自己学佛皈依受戒几十年了，还不信佛法，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出家2年之后才受戒，离开戒坛到台中去见老师啊，这个是谢老师栽培的恩德啊，佛门的礼貌。我到台中，在慈光图书馆的门口，老师在里面看到了，指着我啊，很大声音叫，你要信佛，你要信佛。讲了十几句，我也呆了。我学佛7年出家，出家就教佛学院，教了2年再受戒啊，学佛9年了，他怎么叫我是要我信佛？我不懂啊。啊，进去之后老师叫我坐下来，告诉我你感到奇怪。我是的，是感到奇怪，不信佛我怎么会去研究经教呢？不信佛我怎么会去出家呢？又怎么会去受戒呢？
坐定之后，老师告诉我，你知道什么叫做心？我答不出来。老师说，你没有做到啊，你就没有心啊。我才恍然大悟。他老人家告诉我，有些老和尚一辈子到老死都不幸福。我明白了，佛给我们讲的实相做到了没有？三规做到了没有？五戒做到了没有？六合做到了没有？其他不必说了。让我们回想到孔夫子说的两句话，若有周公之才之美，施教且令，其余则不足观也。这是孔子的标准。什么标准呢？君子的标准。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傲慢？有没有吝啬？吝啬从哪里看呢？从嫉妒看。有没有嫉妒心？嫉妒就是吝啬。所以细心一反省呢，我们的毛病太多了啊！这是老师讲心的标准。啊，让我们回过头来去反省。没有孝顺父母就是不行。敬业三福，这是敬宗最高的指导原则。只有十一句话，第一条里面四句，我们有没有做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敬宗入门呢，这四句完全讲的是世间法。我们经本一打开，善男子善女人，这是善的标准。这四句话做到了才是善男子善女人，如果这四句话没做到，不是啊。怎么能使我信佛呢？啊，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呀。《弟子规》没有做到啊，这两句就没做到。这个标准并不很高，三百年前中国的社会可以说80%的人都做到了。啊，为什么？从小
父母教你的，老人教你的，你都懂啊，六七岁全都学会了，现在没人教了，也没人讲了，啊！不但没人讲，讲的人都没有。啊，我们随顺社会的风气，扭曲了我们的知见。啊，把错误当作正常，把正常看作异端，这让我们想到现在灾难为什么这么多？起来有自啊，不是没有原因。我们敬宗晚课采取的经文是《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这个里面详详细细把无戒十善讲清楚、讲明白了，啊，还讲到业因果报，认真修学的一定得善果，违背的会有恶报。啊，我们的早课选的是第6品，48愿。每一天提醒自己，自觉是48愿的，觉他是要把32品到37品。演出来给社会大众看，佛法就会兴旺起来了，社会也会和谐，灾难会化解。如果我们不肯做，我们的罪就很重。啊，此地前面所说的这些话，理论、方法、境界，全在这部经中。啊，细心去研究，你全都明白了。于三界中啊，平等勤修啊，究竟一成啊，今天明白地告诉我们，往生净土的条件，大家都知道啊，心净则佛土净。不是你理解多少，你一天念多少乘佛号，与这个不相干。一天念一声阿弥陀佛就行，只要心清净。啊，
心静则佛土净。我们的心有没有清净？啊，清净心生凡圣同居土，平等心生方便有余土。啊，真正觉悟了，这个觉是大觉，大彻大悟，生十报庄严土，都在经体上啊。那我们的心不清净，还有自私自利，还有名闻利养，还有贪嗔痴慢，这不能往生了。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没用处，古人所说的寒破喉咙也枉然。为什么？心不清净。啊，心要怎样才能清净？放下了。这么多年来，我常劝大家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啊，我们只要有一分清净心，就能够生同居土下下品，不错了。欧耶大师当年在世，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说你老人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样的品位呀，你就满意了。他告诉说，我只要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满意了。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下下品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同样的，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就等同阿惟越致菩萨。啊，这就告诉你，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啊，究竟一尘呐。世上确实有三度三杯九品，啊，实际上呢，理上呢，它是究竟一尘，无比殊胜庄严啊！我们千万不能疏忽。真想去这个世界，身心世界一切方向，你就决定得生。啊，在这个世间还要去争，还想去占有，还想到控制，那极乐世界你就没有份了。不能不多想想啊！啊，至于第三十一与三十二这两品，则名彼土菩萨之功德与妙果。啊，菩萨修持是介绍菩萨的功德。啊。啊，这个真实功德了。下面这一篇是真实功德。啊，菩萨修持。佛说是法，盖于十方众生生心目心，求生净土。啊，这两品经真听懂了，真听明白了。你对极乐世界生起羡慕的心，
啊，升起求生净土的愿望啊！啊，得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这你要记住，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我们要不是上善，怎么好意思跟他在一起？啊，那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这就要知道，决定要修上品是善。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弟子规》感应品十善业要做得很好，极乐世界就有份了。啊，古时候的人十善业都修得不错。啊，上品十善，如果不求生净土，他是升天。啊，天道的业因呐！啊，往生净土最低的条件，要有天人的德行。啊，古人都能做到，因为家教好。啊，中国在100年前还是大家庭制度。啊，一个家庭5代同堂啊。啊，上下老小啊，大概总300多人左右。人丁旺的600-700人。啊，所以注重家道、家规、家学、家业。啊，中国的家庭在8年战争当中、中日战争当中彻底摧毁掉了。啊，古人讲的家破人亡这一句话到今天我们读这一句感慨很深啊，中国家庭的制度不可能再恢复了。啊，传了几千年。它是社会长治久安的第一个因素。所以家都教得好，把人都教好了。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所以学佛一点都不难。十善业道、三规五戒、十戒，人人都做得到。啊，换一句话说，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在300年前的中国，到处可以看到。啊，这可惜现在没有了。啊，修习圆满如是功德，我们真要想求生极乐世界，不能不在这里下功夫。现在请看经文：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了，无不圆满。
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深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这一段是讲菩萨修持自力功德定慧圆满了，下面念老又详细解释。本品名彼土，就是极乐世界啊，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皆是菩萨，四土三辈九品啊，都是菩萨。而且呢，得弥陀本愿威神的加持，不但是菩萨，皆是阿惟越致菩萨，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唯独极乐世界有啊！我们要凭自己的力量修行到阿惟越致，恐怕到无量劫没那么简单啊，遇到这个法门，具足信愿行，一生就能成就。也就是说，你这一生就能够得到阿惟越致菩萨。所以这个法门叫难行之法遇到了，没有掌握住，啊，机会错过了，那这一生叫真错了啊！这不是假的错，真错了。啊，有很多人问我，这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么多念佛人不能往生？我用一句话回答：对西方极乐世界模糊、不清楚、不了解。所以不肯认真修学，道理在此地。如果对极乐世界真的清楚明了，古大德有一句比喻话说，那个往生的愿力万牛莫挽呐！啊，古时候这个力量最大的是牛啊。一万头牛的时候要把你拉回来都拉不动呀，你有那么样的坚决的毅力勇猛向前，啊，现在什么小小的利益就把你诱惑住了，你就完全退心了。在什么原因？小利在眼前，自己看见了，
极乐世界的殊胜呢，模糊。啊，读经听经，实际上没有听懂，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听几十年没听懂，啊，自以为听懂了，实际上没听懂。啊，这个懂不懂？张家大师跟李老师的他们看法的标准完全相同，你有没有放下？你有没有做到？真放下真做到，说明你真听懂了。啊，还不肯放下，还不肯做，你没有听懂啊。啊，张家大师告诉我，大乘佛法，用哲学上的一句话来说，真正的智难行易。怎么说行易？临命终时，一念、生念都能往生，你看太容易了。啊，难在哪里呢？难在你肯不肯发心去，这个难。啊，肯不肯发心？你对西方极乐世界有几多认识？你对他不认识，对他不了解，你的心发不起来。啊，可以说，自古以来，能把这一桩事情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讲得透彻了，就是大乘无量寿经。而且呢，还就是这个汇集本啊。如果要不用这个汇集本，那你就要读五种原译本啊，你才能搞清楚啊。真清楚明白了，跟现前世界做个比较，你就晓得了。我们这个世界今天声光化电，要跟极乐世界比，差太远太远了。啊，经中有多次的较量，都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看注解里头，本品名彼土菩萨之大行，内容啊有三，这就是经里面的三大段。第一，大师自利德行；第二呢，大师利他德行；第三个，德行圆满。啊，前面我们念的这一段是说大师自利的德行。啊，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啊，先说这个禅定，六度中的第五。智慧是第六度，此二乃六度之主啊，故首表之。六波罗蜜，同学们都知道，厚厚
生于前前，有后面的必定前面通通具足了，你才能得到。不是放下了，能成就持戒波罗蜜。持戒波罗蜜能成就忍辱波罗蜜。好比六层大楼，布施是第一层，没有第一层哪来的第二层？没有第二层哪来的第三层？禅定是第五层，般若是第六层，它通通具足了。我们这个布施波罗蜜有吗？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布施波罗蜜里头有三种啊。有财布施，财又有内财有外财。法布施，有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无为布施，也有是出世法。我们是不是都搞清楚了？是不是很认真在学习？布施得的果报是福报，人都喜欢修啊。真正能放下的人，布施他的基本精神就是放下。与世出世间一切法决定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这叫布施。布施的功德是什么呢？是把烦恼里头烦恼的根就是贪婪贪心断掉啊！嗔恚，贪不到才生嗔恚心呐，贪到它就不生了。所以后面呢，嗔恚、愚痴、傲慢跟怀疑，都是从贪里头产生。贪是根持戒就是把这个根本烦恼布施波罗蜜你不能够施舍，这个根拔不掉施舍要不着相，根才能够断尽，不施着相不行，人天福报而已，出不了三界。也就是前面引言里面所说的，以无碍慧解法入入。你才真放下。
啊，修因、修福，福给大家享，自己呢，自己不要，边都不沾。为什么呢？你罪福了不可得啊，自信清净心中啊，没这个东西啊，迷了才有，觉悟了没有了啊？为了怜悯一切苦难众生，做这种事情啊，这是真正的慈悲啊，大慈大悲。啊，布施没有，所以持戒就不可能。那后面忍辱禅定般若当然没有。啊，这对于我们求往生就产生障碍。啊，菩萨修行要着重定慧等持，定慧要平等。慧殊云：夫有定而无慧，则同二乘乘空。啊，有定没有慧，小乘的阿罗汉。辟支佛有定没有慧成空是什么意思？空偏真涅槃，声闻缘觉他们所证的般涅槃呢，小乘涅槃，偏空。有慧而无定，则同外道邪思啊！啊，这是有慧没定，跟外道。邪思邪见没有两样，故双俱止。这些名词术语，前面都曾经读到过。有过详细的解释啊，神通者，天眼、天耳等六通，现在我们所处的世间乱世，社会混乱，地球灾难频繁啊！我从日本刚刚回来，在日本看到、听到，对于有小神通的人，他们非常崇拜。啊，几乎迷入其中，这个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为什么灾难频繁？得找神通人来帮助，如何来化解灾难？
那我们听神通人的教诲，一定要有智慧的选择。没有智慧，辨别会上当。你被他欺骗了怎么办？你没有办法找他。他处在虚无缥缈啊，跟你讲的东西可靠吗？所以，这些灵媒有神通的人，听他说话，一定要有高度的智慧。啊，不要被鬼神骗了。被人骗了，你不知道，不认识人了；被鬼神骗的，那就更可怜了。啊，我们没有智慧，用什么标准呢？哎，《无量寿经》是智慧，《大乘经论》是智慧。啊，他所说的这个《大乘经论》上有没有？啊，如果有，他讲的跟《大乘经论》一样，可以接受；他讲的跟《大乘经论》不一样，就不能接受啊！三藏经典留在这个世界，给世间人最大的帮助莫过于是啊。啊，用经论修正我们的思维，用戒律修正我们的言行，这是佛菩萨的标准。啊，在中国古代世世代代都遵从。没发生过错误。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那我们要问，现在灾难这么多，没有一个人不关心。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怎么办？佛菩萨教人，断恶修善，改邪归正，啊，起心动念，与大慈悲相应。如果能念佛更好，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或者一心专念观世音菩萨，啊，真能消灾免难啊！这个里头有大道理。有大学问呢，不是迷信的。那佛在这个经上也教我们，我们遇急难的时候，
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凭什么能救苦救难？凭他无量劫来修行积累的功德了，这个功德力量太大了。佛在经上常说，至心一处，无私不办。观世音菩萨至心一处，无量劫了，这个能量多大？我们要借他的光，要借他的能量，来帮助我们解决现前的问题，这是可能的。日本江本博士做了一个实验，在日本琵琶湖湖畔一个小湾，这个小湾是死水，20多年来脏乱，气味很难闻。他找了350个人，请了一位老和尚，90岁的老和尚，带着大家来祈祷。350人集体的意念，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里头，大家把所有的念头都放下，什么都不要想。只想一句话，这就是他们的咒语。这句话是什么？湖水干净了。湖水干净了。就念这一句，想这一句。350个人，一个小时。到第三天，湖水真干净了。居然干净了半年。这个实验震动了日本的媒体、电视、电台、报纸都报道这个事情。那我们能够说把这个念头集起来，在大家共同在同一个时间，不同地点没关系。同一个时间，我们起一个念头，灾难化解了，灾难解除了，会有效果。善的意念呢，参与这些人最好的，那将自己修行功夫修行的功夫是什么呢？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将《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落实，以这种修行的功德，来做这个集体意识，求观世音菩萨，求阿弥陀佛。
江本博士的实验只是350人集体意识，没有加上佛的这个功德。如果我们求观音菩萨、求阿弥陀佛，他们都是无量界修行的成果，这个力量集合起来，力量就非常大了。可以做啊。这些年没错，我们事业在做。不能说没有好处。我们提倡的100个期做37年的佛事，这也是集体的力量。有没有效呢？肯定有效。可是灾难现在越来越多了，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什么原因？我们做的人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德。如果自己真有修行的功德，不一样啊。那效果就非常显著。那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为什么修行的功德没有了？大家不认真修行，对于佛的经教真的不明了，这不是假的。那为什么真的不明了？没好老师。即使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来教我们，我们还是听不懂，还是不会。这原因在哪里呢？我们不具足接受圣贤教诲的基本条件，我们没有。这个基本条件是真诚心，我们没有，我们的心是散乱的，一天到晚胡思乱想，一般是人所说的心浮气躁起心动念，还是自私自利，没有把自私自利拔掉啊。真正学佛的人，起心动念为一切苦难众生想啊，为正法久住想啊。正法要怎么样才能久住？古大德有一句话说，若要佛法兴，唯有身暂生。今天有没有出家人互相赞叹的？过立门户，菩萨戒经上所讲的自赞回他，这个现象在全世界几乎到处都能看见。这样的心态
佛法是决定不能兴旺，孔子所说的如有周公之才之美，施教且令，其余则不足观也。2500年前孔子说的，我们想想有没有，有没有傲慢，有没有嫉妒？有没有自赞毁他？同修一个法门的人，彼此不相容。为什么呢？为拉心图，为明文利养，没有为佛法，正法灭掉没有关系。我名利得到就好了。谁能够放弃名利的时候，我们希望正法能久住，佛法能真的利益众生。有几个人有这种想法？别人道场举行的法会，我们能不能愿意去帮忙？是不是自动去支援？我们有没有去赞叹他？这些问题普遍存在社会，怎么办？佛看到只有流言律，没话说。这一桩事情最后谁来裁决呢？因果来裁决了。善因善果，我因我报。到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不但佛门要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对世间所有一切正教，这宗教所有宗教里面这四个根本戒通通都讲，无论哪个宗教，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这四条你去看看，所有宗教经典里面都有。能够遵守这四条戒的，这就是正法。不管是哪个宗教。我在住在新加坡那个时候，任何宗教他们有大的活动时，我们都参加。我带头邀请别的宗教一起参加了。新加坡宗教活动就活跃。每一家宗教活动的时候，大家通通都参加，都出席，很热闹。宗教团结，宗教互相学习，有助于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所以宗教不但要互相往来，要互相学习，认真的学习。
啊，彼此互相了解，就会尊重，就会赞叹。啊，我们只想的是都是正法，正法要救助。啊，觉文化决定是多元的。啊，华严经是最好的榜样。啊，华严这两个的比喻。啊，华就是花了。像个大花园，这个花园里头，各种品种花卉通通齐全，没有欠缺。美不胜收啊！如果这个花园只有一种花，其他的都不要，有什么好看的？人家看过一次，下一次不想再来了。啊，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讲求多元，你看中国历史就晓得了。啊，这本书这个是少林寺的一块碑，这是证明。中国在1300年前，多元文化有这样辉煌的成就，就带领全世界。三教九流是一家，每个人放弃自己的成见，就能看到别人好处。啊，放弃成见是什么？成见是见思烦恼里面的。见惑。啊，戒取戒是因上的成见，戒取戒是果上的成见。只要有成见，看不到别人好处，就会自赞毁他，总觉得别人不如我。错了。啊，人要能看到别人好处，社会就会有安定，看不到别人好处，这个动乱永远不会平息，灾难永远不会化解。啊，实在讲，看不出别人好处，就是自己最大的缺点，最大的过失。啊，为什么？这正是骄慢嘛！啊，不肯帮助别人，啊，就是帮助别人都是为自己有名利，自己得不到名利的时候，就一毛不拔了，那是吝啬。啊，为名利去做善事，这不是好事，不是真善事，这是假的。
那么这禅定智慧不能不认真去学习啊。下面这神通，神通者天眼天耳等六通，为德为者为神，为威势勇猛不可测度，德是说功德，如威仪无量寿福，威神功德不可思议，彼国一切菩萨与上述之禅定智慧神通威德习界圆满成就，故云无不圆满。那么他的成就固然是他自己真能放下，彻底放下，自信里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渐渐透出来了，再加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界修行的功德加持他啊，他成了阿惟越智菩萨，这不是他修成的，是佛加持的啊。虽然不是修成得阿弥陀佛的加持，他的智慧神通道理跟阿惟越智菩萨没有两样啊，完全相同，这实在不可思议我们对这个真的有认识，真的明白了，极乐世界能不去吗？还有比这个环境更好的吗？找不到了。纵然有，你不具备条件，你去不了。啊，什么条件呢？妄想分别执着全都放下，你能做到吗？啊，你做不到，诸佛报土你去不了啊。弥陀报土里面的条件是不需要断烦恼，只要把烦恼控制住了，你就能去。所以祖师大德才告诉我们，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啊。啊，实在讲，修行要到我这个年龄，你自然就晓得了。啊，为什么呢？咱们中国人常说，人从出生到二十岁，人生的春天，好啊。二十岁到四十岁，人生的夏天，还不错。四十岁到六十岁，人生的秋天。六十到八十，人生的冬天呐，快没有了。八十岁以后啊，叫风烛残年，
随时随地都可以走了。想到随时随地都会走，这个世间还能留恋吗？你想你死的时候，哪一样东西能带走？一样都带不走啊。这个时候你对佛法要通达的话，佛告诉你万缘放下，真可以放下了，没有丝毫留恋。那为什么呢？我走的时候到了。年轻还觉得我的时间还很久啊，殊不知，年轻人早走的人很多很多。你每天看看报纸，里面刊登的讣文，你就看看多大年岁，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很多啊，能不觉悟吗？看到这个世间无常啊，一个灾难，几万人走了，几十万人走了，几秒钟的时间呢？你真看见了。日本大地震、海啸，这些镜头被拍摄出来了，那不是表演的，那是真的事实。你看了之后，你会觉得比美国人拍的2010更可怕。2010是演出来的，演戏演出来，这是真的。那么这种灾难，不知道什么时候降临，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生。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应对？要用冷静、沉着、不紧不步，这佛给我们说。首先你要真正了解佛给我们讲的话，真话没有一句是假话。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能不尊重吗？本来是佛呀。那我要不尊重人的时候，就不尊重佛啊。又告诉我们，生有生死，灵没有生死。现在全世界都承认，人死了有灵魂，灵魂不死。灵魂是不是真我呢？不能说真，也不能说假。灵魂实在讲，它不灵，它迷惑颠倒。所以它在六道里头就又投胎去了。搞轮回去了。魂干这种傻事。如果他觉悟了，不叫他做灵魂了，这佛家叫灵性，这是真的。觉悟了，不生不灭。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觉悟了，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
啊，他只说了五种。第一个，本自清净，灵性是清净的，就是本性。啊，不生不灭。啊，他没有生命，真的自己啊，啊，本自具足，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跟诸佛如来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德能，叫万德万能，同样的相好。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这是福报啊！前面两种属于智慧，智慧圆满，福报圆满了，这自己本有的。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证得了，啊，也换句话就恢复了。啊，能大师还告诉我，自信本无动摇。这一句话就是自信本定，没有动摇。能生万法啊，所以如果灾难现前，我们心能沉得住气，不惊不怖啊，不动，心是定的，定生智慧，智慧能解决问题啊。灾难就怕了心一乱，被他吓到了。实在讲啊，跟癌症一样啊，癌症并不可怕啊。你要了解它没事，你不了解它，听说癌症是癌症死的95%会被吓死的，别忘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灾难也如是，灾难当中死的多半都是被吓死的，慌张了。啊，如果他能够定下来说没事，啊，就像那演电影一样，你把灾难看成电影，你是在看电影，看他们拍摄的，现场拍摄的，啊，你心是定的，你就真的能消灾免难了。那你卷到里面去当演员，那就错了。啊，你永远当观众，别去干演员。啊，一定要沉得住气，在这个时候，念佛的人好，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佛菩萨会帮助你，决定有效。啊，所以禅定有，智慧有，神通威势我们都有。啊，清净心有智慧就有神通。你就有能力解决问题。下面说诸佛密藏究竟明了啊？什么叫诸佛密藏？二教论上云：法佛谈话谓之密藏，言迷奥世说。有生死六欲密藏者，陀罗尼法也。
事法秘密非二乘境界，诸佛菩萨所能有履也。念老先引经论述啊，佛通常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实际上，报法身没有形象。报身有啊，报身住报土，就是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里面的佛是报身佛啊。观经说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报身，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随性好啊。所以一般讲啊，称赞报身，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每一个人的身相啊，跟报身如来都相同，完全一样的。怎么辨别呢？每个人都有智慧，决定不会把人认错。啊，这个时候我们相信事实必然如是啊。佛有无眼呐、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个个都是无眼圆明。三明六通啊，通通具足啊。啊，所以诸菩萨的威势功德皆不可思议。那么法身佛说法，怎么说法？我们可以说，整个大自然的现象，就是法身佛在演说。啊，它有色相，我们能看见；它有音声，我们能听见；它还有香味，我们能闻到，能接触到。因为法身是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本体。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能生是法身，所生的是万法。啊，万法是什么？十报庄严土，
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一切一真庄严，全是法身所生所现，那就是他所言所说。谁能看得懂啊？法身菩萨都懂，谁是法身菩萨？华严经上所说的圆教初住以上啊，也就是说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他就有能力见到了金刚经上所说的无眼圆明，他具足了，他通通都有了啊。从圆教初住到等觉，四十一个阶级，华严经上所说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通达明了啊。那我们凡夫啊，视线在我们面前，我们不知不觉，法身如来的世界，一切时一切处从无间断啊，只是我们自己不觉悟啊。佛法没有秘密，佛法里讲的密藏深密，理太深了，四相太玄了，我们虽然有智慧，虽然有德能，被烦恼障碍住了啊，这三大类的烦恼啊，见思烦恼、执着、尘沙烦恼、分别、无明烦恼、起心动念啊，被他障碍住了，见不到了。真的能把这个东西放下，三种障碍没有了。你就成了法身菩萨，你见到了，你听到了，你接触到了啊！大乘教里面这叫正啊，信解行正啊。菩萨修学四个阶段，头又是信的。我们今天最大的困难，没有信心。而信心实在讲，不是那么容易。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我们的善根生不起来，世间善根三善根，不贪不嗔不痴，我们没有啊。
我们还是搞贪嗔痴啊！出世间菩萨善根只有一个，勇猛精进，我们跟他们上。啊，我们今天在学习大乘，阿赖耶里面灌输大乘的种子，我们只得到这个利益，这个好处。啊，落在阿赖耶识里头，永远不会消失。啊，可是什么时候起作用？那就要等待缘分了。啊，什么时候有缘，什么时候就有作用。啊，缘是什么呢？你看《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复得因缘，得生彼国。啊，什么是善根？能信、能解、能行，这就是缘。什么时候我真的能信、能解了，我真干了，往生就有把握了。啊，那我们这一生现在确实天天在听，没想信根没有，没有真信，还是相信世间名闻利养，还是信这个世间五欲六尘，这怎么办？啊，也就是说，摆在我们面前。世法跟佛法相比较，90%是世间法，佛法只有10%而已。啊，佛法在我身体上起不了作用。那么我们这一生，将来这个报身寿命到了，依旧搞六道轮回。为什么？我们对六道轮回的是占90%。啊，到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佛法的比例啊，超过世间法，你就有救了，你就会得度了。能不能在这个世间，把我们对佛法的信解提升？能。用什么方法？读诵、听教、念佛啊！如果我们能在一天时间里头，这个24小时，能够1/3的时间16个小时，我用在佛法上。能把这个转过来，啊，真有这个意思啊！啊，有人真的一天听经10个小时，啊，念佛8个小时。你问他往生极乐世界有没有把握，他随时可以去，对这个世界没丝毫留恋。啊，他每天快乐无比，等待阿弥陀佛来接他往生。
这是密藏啊！啊，生死略里面说的密藏者，陀罗尼法也。陀罗尼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咒啊，总持啊，这个是密法，非二乘境界，诸佛菩萨所能有履也。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的境界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佛法里面所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能入这个境界啊。下面有解释，盖为密藏啊，就是陀罗尼，此法深密，非是小乘教之佛菩萨所能实践。啊，小乘里头有佛，有菩萨，也就是四圣法界。在华严经上讲呢，他们的境界是实性位菩萨，从初性到实性，没有见性啊，依旧用阿赖耶识。啊，所以大乘教称六道为内凡，六道以内的凡夫，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称为外凡，六道之外的凡夫。凡圣差别在哪里？差别在用心，用真心称圣人，用阿赖耶就是凡夫啊。所以四圣法界他们还是用阿赖耶，他用的正，我们用邪了，用偏了啊，因为搞善恶业了。用正了的时候他清净啊，他没有染污。对六道来说，六道染污他们清净，所以四圣法界是净土，六道是秽土啊。但是他阿赖耶为什么用得正？他把佛菩萨的经典上的教诲呀，全都落实了，全都做到了啊，只是没有把这个烦恼断掉，他真做到了，做得很像。这个功夫也不容易啊，也很难得。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